王光裕的操守怎么样？这个，奴才想想。你是吏部监官，每3年清查一次全国官员的品行，朕问你话，你竟然要想想？在朝上怎么不说？奴才不敢啊。 人人都说奴才和所相不和，说了岂非搬弄？那你就和稀泥！奴才不敢，这官谁给你当的？皇上给的，是索额图吧？绝对不是！你是不是拿了王光裕的钱？那奴才拿了他的钱来收。谅你也不敢，告诉你。 你要敢这么做，朕马上就要了你的狗头。起来吧。哎。